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咱们家霉豆腐出坛了。这个是咱们当地村民纯手工制作的，没有任何添加的霉豆腐啊。是的。哇，这个时候已经特别细腻啊。这个霉豆腐咱们拌饭拌粥，吃面条吃米粉特别香啊。对，咱们家霉豆腐的话就是已经断货了两个多月，然后这一次是刚刚出坛的啊。是的。并且今天的话还给大家再开一篇活动价格，今天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，一单给大家优惠4米，并且咱们今天下单的再送一个独立包装的，就是一个小的给你们试吃，是的，你们觉得好这个大瓶的就留下好不好？对，咱们还做了两个口味，有香辣的，有一个麻辣的。对，之前 麻辣的原价都是23.8块到手一瓶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今天也是给大家19.8块到手一斤装啊。对，香辣的也是一样的啊，麻辣的就是特辣味，香辣的就是中辣味啊。对，喜欢吃我们湖南正宗的霉豆腐，喜欢吃阿宁家这个霉豆腐，咱们不要错过啊。对，有时候嘴巴没味道，吃饭呀、啊、来上一点特别有味啊。对，数量不多了今天。对，这个是咱们正宗的湖南香辣无油的霉豆腐啊。对，喜欢吃大家不要错过啊。是的。